力水平大家也看到了，都特别高。作为一个业余篮球爱好者，跟这个前 CBA 的球员交手，我也觉得很荣幸。今天只打10分钟，10分钟打完我就走了，争取不被打出屎来。我的目标是今天是夺冠。熊猫现在太骚了，他已经是研究过这比赛很久了。我虽然是业余球员出身，面对的是前职业球员，但是如果你没有必胜的信心的话，不管你是面对什么样的球员，你都没办法赢。站在篮球场上，首先要对自己有信心，我现在对自己很有信心。因为我想赢，一点小的伤痛的话，对他来说应该是无所谓的。路人王这个比赛，还是像之前那样说的，啊，不是说你5对5厉害，或者说3对3厉害，你单挑的打出一定好，啊，1对1经验非常重要。一直在调动他的防守脚步，然后在寻找有力的进攻。下一场打李直，上次李直打了我8-0，今天我要赢。赛制，然后他是有一个胜者组和败者组，然后他这样的比赛就让比赛变得更有趣味性，可以在输了之后再从败者组复仇回来。然后我也是在胜者组当中输给了李直，然后我成功败者组5-0复仇了他。他证明了一点是什么？就是路人王不仅是大个子游戏，小个子也可以打好。决赛的两名球员都是小个子，除了他们的技巧还有防守脚步以外，他们的拼劲和努力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。就是这场比赛，这冠军他是一定要拿的，对。然后他在我们来上海之前，他每一天都在为这场比赛做准备。我觉得我前面能赢，是因为我比对面拼。然后决赛碰到一个比我更拼的人，我好像没什么办法了。我不在乎他们有多强，我只打出我最好的自己就好了。几千元枪，连续的拉回，左边过去，好，拉回。第四段打球，华强中中，
他打球特别细，然后变向有，然后投篮整个运球节奏特别好，然后最后还是他的精神吧，我觉得就不服输，然后就拼的精神。今天比赛从中线拿冠军，肖采访也说他要在今年拿十个冠军，我是希望他今年能跟我完成自己的目标，争取拿到16冠以上，甚至说20冠以上。鹿茸王比赛肯定是会越来越精彩的，也希望大家在之后的比赛中关注鹿茸王。我是冠军。